最近大家最想做的就是打那个音波拉皮，做眼电波，然后另外还有微波除汗，也就是一下那个味道嘛，还有多汗。CP 值最高，第一个就是肉毒杆菌，因为它的钱很少，然后又很快，可是它的改变最大。比如说瘦脸啊、国字脸，这是现在最肉毒杆菌使用量第一名的治疗项目。很多人都问说，夏天是不适合做这些微整形的治疗啊？其实不见得，因为代谢微整形的治疗很多根本就没有伤口啊，也不会造成色素沉淀。夏天做的话，伤口就会愈合的比较快；冬天做的话，就不需要这么热啊，还要涂这些防晒，这么不舒服。另外，穿的长袖啊，围的围巾都可以稍微遮掩一下。伤口的照顾呢，不管说你今天做的是打针啊，或是雷射啊，有一点点皮肤的破损啊或伤口，其实针孔都建议你在刚做完的时候不要上妆，擦那些不需要的保养品，特别是敷面膜。那最好是先用医生交给你的药物去照顾这些伤口，两三天过后你要去游泳啊，要去上妆啊，